举手一转身，一息间差错有许多。这感慨，这低首，这悲痛，这屈膝，一觉苏醒，明了因果。面对过痛苦，三餐一宿不再白过，挽起了凄错，要眼渐看清，一再经已过。你若回头望清楚，望清楚，可会痛恨我？可怪我痴心爱错魔？看清楚，这小风波，望着前路有几多？有几多不理会结果，情义留心中，人义留风中，剩我几多？重温这故事看到我，离别那道背影，那阵笑声，望眼前人好吗？咁 live team 咧就會喺 LCX 一樓嗰度已經開咗新鋪噶啦，咁到時咧，我身後面嘅呢件 T-shirt 係啱啱設計嘅，就會喺 LCX live team 嘅新鋪嗰度展出。另外咧，睇睇我身後面呢個箱咧，呢個箱就係叫做超級大型 T-shirt 環保回收箱。咁啊，我啦已經捐咗一扎自己之前著過，但係可能我身材健碩咗，就冇乜機會再著嘅 T-shirt 就捐咗出去啦。咁我啲歌迷咧，亦都有捐咗一批出去嘅。咁其實咧，捐完之後咧，呢啲 T-shirt 咧所得嘅物資啊，都會係捐翻俾救世軍呢個機構。咁希望藉住救世軍呢個機構咧，可以幫助到更加有需要嘅人啦。同埋最重要嘅就係、是、呢一批衫循環再用，係會令到成個世界更加美好，環保意識強啊！而展覽期間，亦都有曾經捐過衣服嘅人士咧，捐舊衫之餘，亦都可以得到 Live Team 嘅 Special Offer， 有 coupon 可以俾大家買翻一件新嘅衫。所以到時大家希望踴躍參加呢個 Live Team 呢個慈善活動啦！